所以我讲你们是美里最老的一家糖水铺了，这句话是对的哈。啊，对呀、啊嗯。大家好，我是豆皮香的坚，今天我们就来到美里一号档，就是卖冰还有卖肉夹一个地方，它的位置是在美里老人街。今天的天气真的是干热，我现在不想再拐弯抹角，抹角改弯了，马上进去里面看一下到底是啥样子的。好。我觉得做传统了，这些不是传统哎。对。嗯，所以就有传统的，钱多了，来教我做，从头到尾哦，不要尝试哈。好，可以。这四样哦，一二三四。这个先。这个先，青青色，砂锅红色。砂锅红色的。倒多。一汤匙。这样子够吗？满啊，凉粉满，红豆也是满。如果你不要太甜，就这个放少。我刚才听你的母亲讲，这些糖水是你们自己做的哈、哦。对对对。你们平时是怎样的 standard 就是怎样啦。好，我通常这样就差不多了。倒完下去，倒完下去。倒完下去。然后这个是二道糖，倒完下去。然后加冰放下去，然后上面这边按上面啊。你跟我讲下听哦，等一下我不会啊、哦。啊，可以了。如果你要加椰浆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这个是千多，我自己做的。千多撑撑的。好，谢谢你，老板。你能不能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间店的历史是怎样的？你是为什么想要开这个糖水铺啊？加拿大酸风面哦，以前的住宿，大的铺子哦，是耕田啊，种菜啊，种菜卖啊。嗯。因为我先生看他爸爸这么辛苦，所以出来卖这些东西咯，卖水哦。起初我们卖菊花茶、热水、豆腐水。豆腐水哦。啊、嗯，全部是煮的，我们。所以之前开档的时候是在哪一区开啊？在中央巴萨这边呢。啊哈。苏州前面嘛。啊，苏州前面现在发展了，做店了嘛。以前是政府放货的，货仓了。我们在旁边卖水果，自己盯那些箱头去摆嘛，摆那个水果嘛，一桶两桶都卖得去了，很好卖哦。我也不觉得辛苦，很好做啦、啊、以前。看到钱高兴啊。我卖好多年了，政府就要搬了哦，不肯给我摆在那边，后来就给我当主咯。第一次开的时候呢，是在什么年代？好多年了，就是了，开几十年了，就是去年了咯，就是现在这个三十多年，我改为卖这个。以前美中那边读书了什么，每个人一架脚车放下来，一个群从我当店那边喝水。那些中学生就每次去你当喝 啊，每个都跑那边，一个没那边吃了。我做的不停，真的做的不停。晚上我吸烟卖。以前因为有吸烟，所以你们就开到很迟啊。哦，以前吸烟是在哪里啊？在现在在米粒吸烟在。右兰大厦那边是吧？啊，那座就是戏院以前。像以前呢、啊，你看、啊、你们没有这些机器啊，你是怎样弄那个冰的呢？买哦，去新加坡买回来。然后是自己用手刨还是电动的呢？应该是用手吧。以前是用叉、啊。用叉。嗯，然后后来就买这个脚的了，用坏几架了哦。是吗？他们的营业时间是从早上十点半到傍晚五点半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video 的话，掌声加尖叫，我们听不到。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才收到。也别忘了追踪我们的 IG @dbsorryfoodo， 不然你 miss 掉。我们下次有缘再见喽。